脚撑拆了吧，没用齁沉的，别用车铃了，直接路上喊，哎哎哎哎，车锁别用了，锁车就是丢车第一步，知道吗？买碳架吧，铝车能骑吗？上锁踏，平踏效率太低了。上油碟吧，这圈刹能刹得住吗？上电变啊，机械早过时了。头管去了吧，这太不气动了。你得练功率，这么瞎骑没用。你啊，你得……哎，您说的太好了，您什么时候参加环法？跟你聊天真没劲。